meto hoy encima. Vale, todo eso. Sabe por la bandida, sabe por la bandida.这里呢，也就是金家 market 的入口，然后它平时呢是叫一个，平时呢它是叫一个 farmers 的一个 market， 就是一个，就是它在周一到周六，它是一个农产品的一个市场，卖的不是很多啊，所以只有你们。最喜欢的一个卖饮料的地方，就是前面近，就是这一家，老板应该认识我。大我妈已经来这儿来了三次了，然后这是第三次。他不会说英文，然后就买了一个手表。第二次人家没开张。吃热狗啊？什么肉热狗啊？起司热狗还是培根还是牛排啊？啊？那我们的。排灯。卖的是，等于他卖多久？这里是一个超人气的卖手冲咖啡的一个艺术家，还是我不爱怎么讲，但他在这里人气很高了，每次在他这儿都能看到有很多人坐在他前面等他冲咖啡，效率很慢，然后。他咖啡就也没有定价，就是你喝完你想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，反正。这家的香肠其实也还不错，今天我最喜欢的那个老阿姨没有出摊，没有买到那个卤鸡饭，那就吃香肠了。它这香肠还可以、啊、这就是我今天的早饭，或者还先中饭啦，土豆泥、巧克力曲奇和柠檬绿茶。这是我妈的，我母亲啊，热狗。这宋老师吃的什么呀？回去了，你好，跟大家那个打声招呼，说再见吧。